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下面我们给大家分享啊，这个第二讲，就是如何选择促进学生主动性学习的教学策略。在做这一讲的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温习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内容。上一次我们讲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对的。科目的教学大纲，还有呢，就是如何撰写科目教学大纲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叫做如何撰写教学目标。这个科目的教学大纲，我们给大家说过，是我们老师里所有的教学文件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个文件。这个教学大纲。一个优秀的教学大纲和一个普通的教学大纲也是什么区别呢？大家还记得吗？一份优秀的教学大纲啊，它通常呢，我们用两个标准去评价。第一个就是这份大纲是不是五个重要的要素都是指向了教学目标，以这个作为一个评价的标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教学目标撰写的是不是非常清楚，非常的具体，是不是可以实现？这是上次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第二讲，就是讲教学策略。教学策略在我们的教学大纲里面呢，是其中的5个重要的要素之一。那今天我们主要讲呢，如何选择促进学生主动性学习的教学策略。在讲这个进入主题啊，来讲解教学策略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短片。这个短片啊，是来自一部电影，叫做《蒙娜丽莎 Smile》，蒙娜丽莎的微笑。大家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呢，请大家思考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你怎么去描述这位教师的教学的策略？好吗？第二，这个你如何去描述学生的学习活动，这里面的学生的学习活动。那第三，我告诉大家啊，这堂课呢是一个艺术史的课 ,History of Art。那如果你是这位老师的话，你会如何来开展这里面的教学？好吗？好，下面我们就来播放这个短片。Be careful. They can smell fear. Good morning. Thank you.This is History of Art 100. We'll be following Dr. Staunton's syllabus. Any questions so far? Your name? Why don't you go first? Connie Baker. Catherine Watson, nice to meet you. Dr. Watson, I presume? Not yet. And you are? Giselle Levy. Giselle. If someone could get the... Susan Delacourt.Thank you, Susan Delacourt. From the beginning, man has always had the impulse to create art. Can anyone tell me what this is? Wounded Bison, Altamira, Spain, about 15,000 BC. Joan Brandwin. Very good, Joan. Despite the age of these paintings, they are technically very sophisticated. Because of the shading and the thickness of the lines as it moves over the hump of the bison.Is that right? Yes, that's exactly right. Next slide. This one you are probably less familiar with. It was discovered by archaeologists in 1879, Lascaux, France, dates back to 10,000 BC, singled out because of the flowing lines depicting the movement of the animal. Impressive name. Herd of horses. I meant yours. We call her Flicka.
Elizabeth Warren. They call me Betty. Very good. Betty is also correct. 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ancient doesn't mean that it is primitive. For example, next slide, please. Mycerinus and his queen, 2470 BC. It's a funerary statue of the pharaoh and his queen, originally intended to preserve the pharaoh's ka, soul. Have any of you taken art history before? No. Let's go on slide. Seated scribe, Egypt, 2400 BC. Peasant couple plowing, 16th century BC, Egypt. Snake goddess, Minoan, 1600 BC. Corazon fresco, Minoan, 1600 BC. Funeral that, Mycenaean, 1200. Someone please get... Thank you. By a show of hands only, how many of you have read the entire text? And the suggested supplements. Long way from Oakland State. Well, you girls do prepare. If you've nothing else for us, we could go to independent study.这个短片了吧，最后坐在旁边的那个老头是谁啊？可能是他们的院长或者是校长来观课的。大家看完这堂课以后有什么想法吗？对，这个老师在干嘛？在教书，把书上的东西直接的一个一个的讲出来，而且是一个人在这里讲，是吧？还有什么问题吗？他一上来就讲课，他连自己都没介绍，那学生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反过来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可不可以先说？这是第一堂课，这个先要做一个自我介绍，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第一堂课这个是最重要一堂课，我们学生啊，对老师的第一印象通常是在第一堂课，所以这个老师他一上来都没有介绍，就直接来说上课，而且呢是照着书本知识来讲，效果会怎么样啊？这不好，对吧？对，还有呢？对，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个老师根本没想到这些学生这么厉害，他讲的东西学生都知道。不但知道这个书本，不但他们知道，而且连补充资料、辅助的一些材料，学生都看过了，给这个老师这个来了一个猝不及防，完全没有做好准备，他没有事先了解好学生的需求、学生的水平是什么样的，对吧？你看，这也是个问题，是吧？还有没有啊？再看他的眼神，他的眼神他开始都没敢看学生，对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一上来就说今天我们要按照 Dr. 什么什么什么的教学大纲来上课，然后呢马上就上课，这个也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我们通常在第一堂课老师应该非常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教学大纲是怎么回事，你会怎么上课，你会怎么考试，你会怎么来组织你的课堂里面的教学活动，这些都需要来做一些准备的，他都没有做，是吧？等等，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这个教学的策略显然是有问题的。这个老师就在上面，在不断的在放这个幻灯片，把书上的东西重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 lecturing， 是一个讲授式的，这个是
非常糟糕的一种教学的策略。大家可以在还有很多的问题，大家看这个短片以后可以去思考的。如果是你是这位老师，你会怎么上这个课啊？来，我们刚才有同学说了，我们可以要事先先要掌握好我们的学生的情况，对，还有呢，对，还有呢，就是要去仔细的想一想你的教学活动应该怎么去设计，对，很多问题，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展开了，大家可以去再仔细去思考。好了，这就是跟我们今天第二讲要讲的主题有关系，就是如何促进学生主动性学习。那么哪一些是有效的教学策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要讲的主题。这个讲座啊，我希望做完这个讲座之后呢，你们能够达到这三个目标，我就觉得我今天的讲课是成功的了。那第一个就是完成之后你能够辨析促进学生主动性学习的各种教学策略。第二个呢，你能够找到合适的教学策略来实现你要实现的那些教学的目标。那我们的教学策略是要配合你的教学目标的，那你能去找一些比较恰当的教学策略来去完成你的教学目标，去达到你预期想要达到的学生的学习成效。那第三个，大家能够创造性的去设计教学活动以达至设定的教学目标。大家都是一些非常朝气蓬勃的年轻有为的教师，我相信只要你想到就去做创新，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到创新的这种教学活动的。只要你知道要怎么去实现那个教学目标，你的创新活动就会有的。好的，这是我这次分享希望达到的三个预期的学习成效。好了，我们下面开始讲第一个，什么是教学策略？教学策略啊，是指教师用以帮助学生成为主动的、独立的和有效的学习者的那些教学技巧和活动。大家注意这个关键词，就是能够帮助学生成为主动的、独立的和有效的学习者的那些教学技巧和活动，都叫教学策略。那所以它通常涵括了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的挑选、教学内容的传递的过程和方式，以及如何挑选具体的教学方法，这三个方面都包括进去了。好了，那我们再来想一想，我们在设计和选择教学策略之前啊，我们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What are the things to consider when selecting the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大家想想看看，你在想教学策略之前先要考虑什么问题？首先我们要想的是你这个上课的地点在哪里，是什么样子，有哪些设备的资源，这个你得先想一想，这个非常重要。大家看看像这样的教室，那个讲台在哪，座位在哪，有多少个座位，它的这种摆设是什么样子的。再比如说你的要上课的教室是不是这样，我知道我们有一些通识课的老师上课可能是在非常大的教室里面上课，那你得要先去看一看那里面有些什么设备，有没有麦克风，是无线的还是有线的，你走动起来方不方便，那分小组是不是方便，是吧，你看看教室，有些教室是这样的，我们学校还有两间非常漂亮的非常智能化的现代的智慧教室。再比如说这个更吓人，像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会议厅，我们有没有老师在这样的教室里面上课，像这样一些教室。那首先我们要先考虑这个问题，你上课的环境是什么样，有哪些
教学设备和资源，这个非常的重要。我告诉大家，我们新教师啊，往往呢，这个这一方面呢，他不太注意。但是只要你有心的，他一定会先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我们事先要先要考虑的呢？就是你的教学材料，就是你选了哪些教学材料。你像比如说文科的话，可能就是一本书或者一些这个 PPT 的一些资料，电子的一些文档而已。但是如果你是上一些理工科的课的话，那还要看看你的实验设备，你有哪些东西，怎么去都要事先都要准备好才行。所以这样的一些教学材料或教学辅助材料、实验的材料、材料等等之类的，你也要先考虑好了，你才能想你用什么样的教学策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我们需要事先先考虑一下呢？对啊，刚才我们那个电影那个影片的短片里面就已经谈到了，就是你的学生，你将要教授的那些学生，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水平是什么样，你要想方设法的去了解你的未来的学生，他们的需求、兴趣、背景资料和前置的学习支持。这个我们同样的，这个优秀的教师啊，他会想办法去了解一下。我这里也给大家放一个短片，看看我们学生他对我们老师的期望又是什么样子的。What students want offers insight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consumer's perspective. That is, from college students themselves. In this video, we hear candid, thoughtful comments from students. They talk about what helps them learn and what doesn't. Teach me in the way I want to be taught, but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you know, guess. The professor was entertaining, but an entertaining professor does not make a good class.In a professor, I would like to see clarity, first of all. I think the teaching really is more of a tool that the students can use. I really want a teacher who just inspires but allows a lot of freedom. He's concerned about our learning and not just, you know, about us opening our heads and him pouring stuff in. Here's a sample of their opinions of style and the mechanics of presentation. He went through the steps, like, as you think through them.So that you could follow the reasoning as you went along. And the amount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load. The harder I work in a class, paradoxically, it seems like the more I enjoy it. You're talking to people who are literally experiencing the world in a completely new way. Energy is infectious, and no matter what size of class, you need to have a lot of energy and show that you're enjoying. 大家看到这个短片里面，这个不同的学生他们的对老师的期望和需求吗？这个非常有意思吧。这个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学生说，这个我不像那个老师的，好像想把我的脑袋打开，然后把知识灌到我的脑海里去，我不希望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学生说呢，这位老师非常的有娱乐性，非常的幽默，但是我觉得非常娱乐、非常幽默，并不一定是一个好老师。有学生说，这个老师啊，他讲解非常的逻辑推理，非常的清晰，他能引入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推理下去，清楚的找到答案。所以学生的需求，对我们老师的期望，这个我们需要知道。所以，对于我们的未来的学生，我们要想办法去了解他们，这样呢。我们的教学设计，我们的教学活动的 design 才会有针对性，才会有效。否则的话，就像刚才第一堂课那个 Mona Lisa Smile 的那一堂课一样，那很快的，这个老师就被学生赶走了。好了，除了需要了解学生的需求以外，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还需要了解我们自己，对自己要充分的了解，你是不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你看到一个上课非常生动有趣的老师，你想去模仿他，但是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一个很生动幽默的人，对不对？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你的 teaching philosophy 是什么样子的，你要掌握这个，
然后你的设计的教学活动，你才会你比较的感觉舒适，对吧？你在这个舒适区里面，你教起来才会感觉比较流畅，比较的顺手。你要去学别人的那种性格讲授的方式，你可能一下子也学不来的。所以呢，需要了解自身的一些情况。我们给大家放一个短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短片，就讲这个人的性格啊，大致有四种类型的这个性格。你们想想看，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我们来放一放。First, Zach will be a sanguine character. Először Zach egy szangvinikus lesz. Jó napot kívánok! Milyen csodálatos nap van ma. Annyira örülök, hogy élek. Itt virágok vannak, kedves emberek. Örülök, hogy itt lehetek. Valaki tett a székemre egy rajzszöget. Ki volt ez? Ez óriási! Ez egy nagyon jó trükk! Köszönöm szépen, hogy ennyire fellelkesedtétek a napomat! Örülök, hogy itt vagyok! Okay. Most jön a kolerikus ember! Ki csinálta ezt? Ó, mi a vicc? Ki csinálta ezt? Hogyha én nem tudom meg, hogy ki csinálta ezt, akkor mindenki meg fog halni. Most jön a melancholikus zep. Rövid, kemény és nagyon-nagyon fáj.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短片啊，关于四种类型的这个性格的人，哪四种啊？一种是乐天派，干什么事情他总是看到非常积极正面的，非常乐天的。还有一种呢，就脾气比较暴的，做事情比较急躁、比较快的人的这种样子，对吧？还有一种呢，性格非常的忧伤、伤感，这种多情、多愁善感的人，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事都能够看得开的。那你是哪一种呢？这个我给大家放这个短片了，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你先想一想你的性格，然后你再来想怎么去设计你的教学的活动。因为不同的性格的人，你设计的教学活动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觉得哪一种性格就更好一些，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不同性格的人，他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教学设计的活动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学习效果，非常重要。我们在学生评价里面啊，在有些大学里面，这个在评价一个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时候，有这么一道题，这个老师上课生动有趣，幽默，很吸引人，把这个作为一条这个让我们的学生去评，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好不好啊？
对，显然是不好的。这个你上课非常生动有趣，非常幽默，我呢比较的古板，比较的这个沉闷。但是我们两个人可能具有同样一个本事，就是能够教到我们的学生，学到我们想让他们学到的东西，对不对呀？只是我们的教学活动、教学策略方法不一样，但是我们同样能教到的。那为什么那个生动、幽默、有趣的老师就是一个好老师呢？我就不是呢？这不公平嘛，对不对？所以像刚才我说的这样一道题目呢，这样的一道题目呢，它不是在评价一个有效的老师还是无效的老师，他在评价一个人的性格与你的教学的目标、教学的成效无关。所以像这样的学生评价题目呢，是无效的。所以在我们大学的学生评教的这个指标里面，我就把这道题给去掉了。我们评价一个好的老师和不好的老师，可不可以评啊？大家说可以评，那是可以评。但是问题是，评价一个好的老师，一个不好的老师呢，它是与他的价值、情感和态度相关的，对不对？这个我关心这个学生，这个学生他可能就是说我是个好老师，但是其他的学生呢，我可能没注意，名字也没记住，他就觉得我不是一个好老师。这个不同的同学，可能对一个好老师，他会有不同的看法。那同事之间对好老师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那么家长对好老师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曾经我也做过一个研究，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在研究这个朝鲜的同学、日本的同学，还有我们中国的同学，在评价什么是好老师的时候，会有哪些差异。后来发现差异非常大。然后呢，我在研究加拿大本地的学生对什么是一个好老师，这个发现差异很大。这个所以评价一个好老师还是不好的老师啊，这个真的是很有争议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评价一个老师是有效的老师还是无效的老师，大家觉得好不好评啊？对，这就好评多了。什么叫有效？什么叫无效呢？你把你这一门课，或者这一堂课你要教的目标，预期学生所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些学习成效，你的教学目标清晰的、具体的给它列出来了。然后，如果我教完之后，你觉得你学到了，那你就可以说我是一个有效的老师，是吧？如果你觉得没学到，你就可以说我是一个无效的老师，是吧？所以这个稍微展开了一点跟大家说啊，就是说这个教学策略的选择和运用，是要首先你要了解你自己的情况的，对你自身要需要有些了解，是吧？在你的舒适区里面来运用你所熟练的那些教学策略，那是最好的。一个优秀的老师呢，他可能还会去做一些冒险和尝试，去尝试一些新的，可能刚开始他自己并不习惯的一些教学策略，那慢慢的再能够拓展和开阔他的教学策略，这也非常好。对，这是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方面。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物理的环境，那个教室你得先来看看，你的学生有些什么需求，他对老师有什么样的期望，你要了解一下，然后对自己也需要了解。这个时候呢，然后你才能开始来谈用什么样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了。这个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and methods，这个有非常多。如果我们把它归成类的话呢，有这么四大类的教学策略和方法。第一类叫做以教师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教学策略，像比如说讲授法 lecturing，这就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老师在这里传授知识。那有时候我们还真的需要这样。那么还有一类呢，这个就叫做交互式的 interactive，就是学生和老师互动性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些教学策略和方法，那有很多的。你像比如说这个辩论，这个角色扮演，这个小组讨论，这个头脑风暴等等，这样的一些都是属于交互式的这样的一些教学策略和方法。啊，第三类就是叫做体验式的教学方法。体验式的就是说要亲自要到现场去学习东西呢，你要亲自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这种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也有不少，像比如说这种实地考察，这种模拟的这种训练等等，还有像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服务性学习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这都是属于 instructional strategy 里面的一种体验式学习，叫 experiential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或者叫 experiential learning。 那第四类叫什么呢，叫做个性化的 individualized 这一类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也有不少，有很多的，像比如说 case studies， 大家就是找一个个案研究，那每一个人呢他自己去做一个 project， 去做一个个案，那是个人要独立去完成的，这是叫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再比如说 concept mapping， 做这个概念图，做概念图的时候呢要靠你自己呢去做。教学策略和方法有非常多，我今天只是给大家讲到这个四类，有四类这个以教师为中心的交付式的、体验式的和个性化的和个人化的。那大家这个在课后啊，你可以在百度、在 Google， 还有在通过我们图书馆，可以去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再深入的去拓展，去学习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幻灯片里面呢，我想给大家就是要讲一讲这个教学策略和教学的具体方法，他们有些什么区别，叫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和 instructional 和 teaching methods， 他们有些什么区别。这个 instructional strategy 呢，通常是指的一套教学的理念，它背后呢是有一种哲学的思想在里面的，这样的教学策略是一个很大的策略。然后在这个大的策略下面呢，我们有一些教学方法，叫 teaching methods， 的具体的方法。我们这里列出来了一些非常这个在当代非常流行的一些教学策略，或者说教学方法后面的一些教学理念，比如说这种 TBL 任务型的学习，就是这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教学方法，就是上课的时候呢，完成一项任务，从头开始准备到最后完成一个任务，你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那这堂课就结束了，就说明你学到了。这个有时候呢，整个这一学习这门课都是要完成一个任务，这种任务型的基于任务的教学策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有不同的课它可能适合，有一些课适合用这种。再比如说 blended hybrid learning， 叫混合式教学。Blended， 这个北美人喜欢用 blended 这个词，那欧洲和英国人喜欢用 hybrid， 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混合式教学，那就是一部分呢在线上，一部分在线下，这样一种这个教学，是吧？再比如说 PBL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基于问题的学习，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教学策略，它就是整个的这一堂课，甚至这一门课，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呢从头开始分析问题，然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最后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学生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过程呢，来去学会解决某一个数学问题或者某一个工程性的问题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这个我们不展开了，这是一个像关于一个方法，一个教学策略可以讲一个学期。再比如说翻转课堂 flipped learning，这也是一种很大的教学策略，在这个教学策略之下呢，有很多的具体的方法了。这个翻转教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学后教，然后老师呢在上课的时候呢，更多的去讨论、去分析、去解决问题、去培养学生的能力方面，表达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这样课堂上能做这个事。那知识方面呢？老师可以讲少一点，把它翻转过来，让学生在外面先去学一学，那还可以用我们的一些这个现代的一些技术，把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些点呢，用一些录像的短片先把它录出来，让学生上课之前先看，反反复复的看，一遍看懂了那就也不错，如果一遍看不懂你可以看两遍，两遍不行你可以看三遍，然后呢你还是有问题，带着这些问题上课来讨论。然后还有一种 activity led learning，叫活动导向的学习，课堂里面基本上是以活动为主，就培养能力为主，然后还有计算机辅助的学习，项目式的学习 project learning，
是吧？做一个项目，项目做完了，学生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不少的课型啊，它有这个特点，就是要做一个项目。在线学习 online learning， 这个现在我们疫情比较严重，现在 online learning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学策略。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的老师呢，在这方面受的训练还不足。这个可能我们在座的新老师啊，大家也要在业余时间啊，要积极的在这方面做一些准备。这个如果疫情第二波、第三波又出现的话呢，需要在线学习的话呢，那你知道怎么去来进行线上的学习，基本的一些计算机的一些技巧，就是我们的电脑的一些技术，这一方面我们的老师也需要好好的去做准备。怎么去录播一堂课，像今天这堂课我就在自动录播，大家刚才都看到了，是吧？录完以后呢，我马上把它稍微做编辑一下，就是一个在线的 product， 在线的一个产品。那今天讲完以后大家听得不懂，以后再过了两天你可以再往在线上，在 YouTube 上你可以看到我的讲座，这也非常好。所以但是我不会展开来讲具体的某一个学习策略，因为这每一个学习策略都可以作为一门课讲一个学期的。这个我以前在阿伯特大学的时候，那这些都是要讲很长时间的。在做教师培训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这里呢只是蜻蜓点水的告诉大家，这个教学策略是指的大的教学方法，它背后呢是有一套哲学的理念和教育的思想来做指导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教学策略的这个教学理念之下呢，那么具体会有很多的一些方法来做。像比如说任务性学习里面，这个大的教学策略里面，你可能会用一些这个讨论，用一些小分组讨论，你可能会用到这个 lecturing 讲授，对吧？你也可能用到辩论，那是具体的一些方法，好吗？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 Google 啊，还有百度啊，还有我们的图书馆啊，可以再进一步的深入的去了解其中的一种。我知道我们在座的老师是在不同的学院，不同的学院不同的课可能适合不同的这个方法。接下来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个教学策略的一个小实验。这个什么样的实验呢？就是使用同一种教材教学内容，然后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去教授，然后呢研究人员来检测一下，过了24小时以后看看学生能掌握多少，还记得多少，还学到了多少。那这是一个叫金字塔，不同的学习方法，讲授、阅读、视听结合、示范、小组讨论、实践练习、向其他人传授、立即运用所学的内容，看这样的一些方法。大家看看这个右边的这个，就是过了20小时后学生还能掌握多少。看越往下学生掌握的越多，那种这个向其他人传授并且去运用的，20小时后他学到了90%，那种讲授式的只有5%。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差别很大的，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learning pyramid 非常著名的一个实验。我们再讲往下看，再看上面讲授、阅读、视频结合、示范，这些学生基本上不需要动。像这种讲授式的这种被动式的学习，20分钟是一个极限。如果你的声音大小又没有节奏，又是一种非常非常沉闷的那种节奏的话，20分钟对不起我要睡觉了，再不行的话那我就只能忍不住我都要睡了。所以这种被动式学习呀、是不好的啊，是现在我们都说要主动性学习。刚才我们这个题目叫做促进学生主动性学习的教学策略。那促进学生主动性学习的教学策略有哪一些呢？大家看下面，小组讨论、实践练习、向其他人传授、立即运用所学的内容，这就叫主动性学习。你就要动起来了，对不对？你动起来就不可能睡觉了，像这样，像这样。所以这张图啊，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就是什么叫被动式学习，什么叫主动式学习。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做促进学生主动性学习的教学策略。
那你就要想想你是怎么样子的教育策略你来运用才能促进学生投入进来主动去学习呢。好了，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教育学的活动的设计的问题。这个怎么去设计我们的教学的活动呢？要挑选能够帮助你的学生达至学习目标的最适切的最恰当的那样一些教学活动。那首先你需要撰写出来，要确定好非常清晰的具体的可测量的 measurable 可实现的 achievable 的教学目标。我为什么不讲具体去讲那些教学方法呢？我就是想把这个理念告诉大家。其实大家知道了这两点之后，我相信具体的方法都不需要我讲，你们年轻人这个思维非常敏锐，那你会想出很多非常有趣非常有创新的教学活动和设计，来帮助学生主动学习实现教学目标的。好了，我这里设计了两个活动，想让大家来思考一下。那我们来做一个这样小小的活动，大家看看，这是一张图，一个非常大的大班课在一个阶梯教室里面上课，是吧？那我想请大家看看这个大班课，然后来大家讨论和分享，在这样的课堂里面如何教学才能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大家首先要思考的是，像这样的上课学生要主动性学习有哪些挑战，然后你再想第二个层面，就是怎么去解决。好了，给大家这个两分钟的时间，你们想想看看这样的一个大班课你会怎么上。好了，时间到了，这个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这个像在这样的一个大班的教室里面，设想一下你在去上课，要想让学生投入进来，学生投入积极主动去学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还有没有啊？还有吗？走动，对，走动起来不方便，走动起来不方便，前面是个舞台，你走动起来不方便，那你就没办法去做一些简单的教学管理，走动不方便。对，哎，看这里，看这个 PPT 没有？你能看到这个 PPT 的字吗？所以这个第三个挑战就是这个学生看不见你 PPT 的内容，对不对？还有吗？对的，没有办法分组，这么大的人怎么去分组啊？没办法去做一些参与式的讨论，这也是个很大的挑战的东西。再比如说麦克风，对吧？这个麦克风是一个 WiFi 的还是一个带线的，是吧？如果是固定的，你还真的不能走动，你走到其他地方之后你说话的声音就很小，别人听不清楚了，所以这也是个挑战。课堂管理没办法管理，学生在做自己的事情你也没办法去控制，这又是一个挑战，等等，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只要你能够思考出来列举出来了，这里面作为一个大班课它的挑战，我相信接下来你一定能够想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吧？这个 PPT 这个字可能大家看不到，那我就尽量少一点字嘛。你像我的 PPT 一般的字都很少，就是为了考虑大家能看得到。然后这个麦克风是固定的不好，怎么办呢？跟我们的这个 IT 部门去提嘛，让他们去给你解决嘛。这个第二个活动，时间关系我也只是给大家提一提，让大家去引起大家来思考一下，就是说怎么去开展小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这个我们大家都喜欢开展一些小组的活动，但是呢，通常呢会有这样一些问题，我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要避免的，就是这个想起来了就来组织一个小组的活动，这个、小组活动里面呢也没有一个头，没一个小组长，然后这个呢就是小组活动开展完了以后呢也没有一个评价，小组活动呢事前也没有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准备，那那种小组活动啊通常就是不成功的，通常呢就是看起来这个课非常热闹爆轰轰的，但是这个后最后呢学生什么也没学到。所以如何开展小组活动啊，我这里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啊，就是也是经验，自己过往的一些经验，要做好小组活动，第一个就是你要在开学撰写你的科目教学大纲的时候，你的每一个模块你就要思考一下你可以怎么来设计你的教学活动，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是从开始就要设计讨论的话呢，那你在开始就得想好设计好，而且会把它放在你的教学大纲里面的教学活动的设计那一部分里面去，比如说我这个班有36个人，那可能我这边真的要做几个小组活动的，那我在第一堂课我就会说36个人6636是吧，那6个人一组的话那就是6组是吧，还有刚才我们前面也给大家讲过，你要先看看你的教室的大小，这个桌椅是不是能移动，如果活动桌椅都不能移动，你这个小组活动设计你设了也没用，根本就不能设计，像我们这种今天这种上课的地方就没办法去设计的。接下来呢，每一个小组呢你要选定一个小组长，我们叫做 group leader， 那个给这个小组长呢要有一个有一些责任，然后呢你在你的科目教学大纲里面设计小组活动的时候呢，你要给他们提出来他们要讨论什么，他们的任务是什么，那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设计好一个评分的标准，小组的活动你开展之后结果也没有评价也没有评分，但是你说在这个期末考试里面还要算占25%-40%的比例，结果你也没评分，完全凭你的印象去打个分，这样不行，你要设计出一个比较好的 rubrics， 一个评分的标准，然后呢到时候评分的时候呢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来评，如果有6个小组，其中有个小组在来进行呈现的时候呢，那么其他的5个小组跟这个老师一起都在这个给这个学生打分，这才是非常有趣的一种小组活动和小组的这个报告，这样的话学生也叫同伴复评，同伴的评价，这个我们在下次课里面会给大家讲到，他们在评价的当中自己也在成长在学习，所以而且呢很公平，这个老师在评，同学其他5小组都在评，你一个评分标准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要去公平的公正的去打分，而且一定要在你的最后的考试评价当中呢要占一定的比例分数，这样大家才会有积极性，所以这个小组活动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在设计小组活动和小组报告的时候啊，通常呢要精心的谋划和设计，好了，这个讲的差不多了啊，这个在我们当今的社会，这个时代变了，这个像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就是我这个读中小学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老师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时代是变了，所以我们的教师的角色也是变了的，这个我们教师的角色，传统的角色是什么角色呢？叫做讲堂上的圣者 ，the sage on the stage， 就像这位教授一样，在前面不停的讲，是吧？这个在以前，知识很难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老师就是知识的化身的时候，这种讲授是非常有必要的。老师讲一句话，我们都会把它做下来，就要做好自己的笔记。那现在不一样。所以现在的老师呢，他需要变成叫做学生身旁的指引者 ，the guide on the side。老师这个时候要从讲台走下来，变成学习的促进者。因为知识这一方面，现在的学生
可以通过很多的其他的渠道来获得，是吧？所以我们的角色开始变了。老师还有一个角色，大家在这一次我们这个大疫情的爆发的这个情况下，大家相信大家都有深切的感受，就是我们要变成翅膀上的幽灵 ，the ghost in the wings， 就像这样。你要能够学会翻转学习，要懂一点计算机的技术，能够做一些在线的教学的产品，要懂一些现代的教育技术、人工智能，还有接触一些比较好的学生喜欢用的一些学习软件、教学软件，学习平台、教学平台，是吧？现在还有一个角色，叫做 the mind in the machine， 叫机器中的灵魂，就是老师远程通过远程来授课，这个是老师的另外一个角色。大家看看，所以当老师不容易。现在当老师啊，是这四种角色的一个综合体，所以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感觉的。做老师现在不像以前，这个非常辛苦。对，我就经常听到我们的这个老师啊，这个包括中小学的老师，他会告诉我，我说现在当老师真的不容易了。这个怎么搞的？每个学期一开学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是一个新老师一样的，而且呢，有不停的有很多的新东西要学习，这个要不断的去学习。而且呢，学生也不一样，教材也不一样，这个方法也不一样，每个学期都在学习。告诉大家，在中小学呢，还规定每一个学期、每一个学年有一个专业的时数，你必须要有30个小时的这个去提升的这种时数。如果你少于这个30个时数的话呢，那么你就不能晋级。那么在大学呢，一些著名大学对这方面也有一个设定，就当老师呢，你要不断的去进修，不断的提升你的教学的能力，要鼓励你们去参加一些教学活动的一些培训啊，一些工作坊啊，这个有些好的大学呢，它会规定一些时数，让老师去参与。如果你达不到的话，那在你的年终考核在很多方面就会有些影响。那我们学校现在目前还没做这个事，我相信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当老师啊，这个角色告诉大家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我这里还没讲到这个研究的角色，这个我在第五讲会给大家分享教师作为研究者是一个什么意思。所以教师作为一个教学的角色已经是非常复杂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好了，再回过头来讲到我们今天这个第二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主动性学习。现在时代变了，老师的角色变了，那我们的教学方法也要变。在过去啊，我们的教学方法呢都是一种被动式的，叫做教师满堂灌，是吧？就像这个妈妈灌这个小孩吃饭一样，小孩不想吃，那拼命的往他嘴里去塞。我告诉大家，在我们中小学开始了，现在都不这样子去灌了，但是我们在大学里面，我们很多的老师上课还是这种绝放喂人的形式。我们要能让他转变成一种主动进食，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 active learning， 叫主动性学习。这个再看看这张图，这个小孩非常开心的在这里吃了，在这里吃饭的，这个妈妈到哪去了？这样这个妈妈是不是什么事也没做啊？这个妈妈就不要了吗？不是的，这个妈妈在后面，在背后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才能让这个小孩变成一个主动性的学习方式，是吧？主动去进食，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方法要由被动式的这种教学，被动式的学习转换成主动性的学习。那我们的教学的策略当然也是一样，教少一点，学多一点。这个理念，这是我最近啊，这个最近5-6年一直在倡导的。我在很多的一些大学做报告，这个都会讲到这一点，这个大家都还很认同我的观点。就什么意思呢？大家看看，这个妈妈，她教的很多，但是学生不一定学的很多，这个孩子不一定吃的很多。
但这个妈妈呢，她可能采取了很多一些很有效的一些策略，看起来她没教什么，但是学生跟这个学生呢，这个小孩呢吃了很多，这个教少了学多了，是个什么概念呢？什么教少了什么学多了？教什么教少了？教什么教多了？老师教知识教少了一点，因为知识学生可以随时获得，那么老师在课堂里面更多的去让他们看了这些学了这些知识以后提出一些问题，带着问题在课堂里来进行讨论，老师教了很多更多的一些能力，这个老师教学生的能力，教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问题解决的能力等等，这方面多了，老师没有教少，教的更多更辛苦。学生学什么学多了？不但知识学多了，他自己去掌握的知识，而且呢他的能力方面也增长很多。所以教的多是不是就学的多了？教的少是不是就学的少了？这里面有些逻辑概念，我这里啊这个提出来让大家去思考，没有答案的，就是让大家做一些教学改革和创新的时候，在选择教学策略的时候，你要想想这些问题，当你想清楚了，你的教学就是非常有趣非常有效的。好了，最后呢我想给大家提醒大家一下，就是选择教学策略的时候啊，教学策略教学创新它是一种冒险，它是一种冒险，这是两位优秀的老师他的这个在分享自己的这个心得的时候讲的话，这是阿尔伯特大学两位优秀教学者的获奖者的原话。你看其中有位老师他说，有些学生他来到这里呢，就是期望我们讲完 PPT 然后就回家，然后这个时候呢也要想要做一些教学创新，做一些好的一些创新的一些东西，结果学生不乐意了，然后呢你让学生上来去讨论去说，然后你自己坐到旁边去评价，然后学生说你这个老师不干活了，让我们来干活，然后他回去以后告诉家长，家长会说你这个老来投诉说你这个教师你们怎么搞的，这个老师这个不上课了，让学生来上课了，这怎么得了啊，那你们怎么能这样上课呢啊，所以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吧？那怎么办呢？老师你要做一些改革创新的时候，你首先要把你的一些教学想法教学改革的一些目的要跟学生要沟通清楚了，否则的话很容易出很大的问题，到时候呢有很多人来投诉你，是吧？大家看看后面这个老师说的一句话也非常有意思，他说如果你想尝试一种新的教学理念或方法，有时候你觉得很可怕，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你这种改革试验究竟是会有效还是没效呢？这个也很可怕，所以呢是一种冒险，这种冒险呢就是那需要我们老师啊要去仔细的去思考去想一想，然后一步一步的来，先做你觉得很舒适的这种方式，然后慢慢的去做一些改革和创新。那么做改革创新的时候一定让我们的这个就是学生和相关的人士都要了解，给大家有一些小建议，就是关于进行课堂教学策略的创新的方面的一些建议啊。第一个呢，你需要承认到这种你要做这种改革创新啊，会给我们的学生的学习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这是好事还是不是好事？学生会不会理解？学生会不会喜欢？他们如果不喜欢的话，你能不能怎么办？所以这是第一个，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那第二个呢，你必须要告知学生你为什么转换新的教学模式，你的理据是什么，给他们讲清楚了，他们明白了以后，他们才会配合你积极主动的去改进，去配合你进行一些教学改革和创新。第三个，在学期的过程当中呢，要做一些教学反思的记录，不断的要向学生征集一些反馈的意见，不断的强调呢教师
这样子来做一些改变，是为了学生的学习，是为了他们好，这样才能够跟着他们的支持，他们的配合，你的教学新的教学策略才会有效。同时呢，也将自己的一些教学的一些反思啊，也可以非常坦诚的、非常开明的与学生去分享。只有这样，你的教学改革和创新，你所选择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才最后才会是比较在愉快的合作性的方式下面进行下去，好吧？这就是我给大家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了，我给大家又布置一个功课，大家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呢，请大家可以去做一做。第一个就是，就你本人啊，这个正在讲授或者即将讲授的科目的背景、学生的需求、教学的风格和其他的因素，进行仔细的思考，然后将他们列出来。然后呢，这个检视你的教学大纲中，你是否考虑到了这个你的教学策略是不是恰当？然后呢，再检视这些教学策略与你所设定的教学目标是否是匹配的。好了，今天呢，我想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希望我的这个非常简要的分享对大家有用。下面是一些参考的一些文献，一些参考的资料，大家如果有兴趣进一步的去展开去研究教学策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这些参考书或者在网上去搜索进一步的学习，好吗？好的，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